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annah 昆凌，我今天要来回答昨天 L 收集了一些大家逛街的烦恼，不一定可以完全解惑你们，但是 I'll try my best。第一个包当然就是要经典款，因为百年不败，像香奈儿2.5就是很经典，然后很百搭。推荐小包包，因为小包包会很完美的呈现最好看的。当下立刻拍照传给朋友说，快告诉我哪一个好看，哪一个适合我。第一是培养一起逛街的兴趣，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，我觉得就是让男生去喝杯咖啡啊，去让他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情，赶快支开。哦，就是 Coco 系列。哇天哪，这好难哦！可能就我觉得要看，取决于我多喜欢这个东西。如果我很喜欢，我马上会 call 我的朋友说：“你现在可以借我钱吗？”差不多了吗？差不多了。差不多，我觉得那就可以送香水，喜欢它身上香香的味道。要取决于闺蜜喜欢什么。我之前有买过 Chanel 亮耳环，颜色不一样，然后就买了一对，然后一个给朋友，一个给我。如果我们在世界不同的角落，但是我们戴那个耳环，我们就觉得哎，我们好像今天是 matchy。绝对是一个大包包，这次还没，而且我前阵子开玩笑说40岁送一台车，那下一次送车要等到他80岁。